炎炎夏日就靠它，各国抗暑秘方好新奇。像我最近都是用这个枕头，你有没有看到它是蓝蓝的？有蓝色的这一面，它真的是两个都有。哎，真的擦？哎，真的有哎，这不是湿湿的？没有，它不是湿湿，它是凉凉的。现在日本的上班族会喷。就是那个什么身体的温度跟那个西装，太冰了啦！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1/2强。